调理脾胃需单举，那我们要知道脾胃在哪儿啊，肝胆在哪儿，所以啊我们用养生功的一式的动作，上在下落的时候注意了，两手进行交替加旋转进行完成，旋转加交替，起为吸，落为呼，神情内敛，好的功法它一定是极其简单有受用。